学能一飞废物迪小姐第51集。阁主江子生微微皱眉，警惕地绷紧了身子。这个县太爷跟这个妖异的阁主在谋划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吧？那个阁主并没有理会县太爷，而是闲庭漫步般地来到江子生对面坐下，将棋盘中的黑白子儿仔细地捡回棋盒中，温和地道：在下素意，不知江大夫可有兴趣与我对弈？江子生看了他一眼，便大大方方地坐到他的对面。他棋艺九级，在当今已是大师之辈，别说玄朝，就是当今世界能够赢他的怕也不过五指之数。可马上他就后悔了，因为眼前的素叶就是能够胜过他的寥寥之一。连下三次，江子生